啊，但是决赛轮的后九洞，遭遇了几个失误之后是掉了下去。看看能不能停住，方向是打得非常好啊，但是恐怕这个球想停住很难。他的木杆往上攻，这个球上去之后没有那么强的倒旋，再加上今天这样的一个下坡的快速果岭的话，这个球确实漂亮，非常棒。果岭后部我们看到这个草还是挺曾丽琪，那场比赛也是他获得的职业生涯的首冠。嗯，好球，没问题。这一周石玉丽说自己最重要的一个练习就是他的一号。还可以，没问题，观众就轻松一些，因为有球之道。然后呢，他们有时候走的是捷径，球员反而要绕远路。这五年呢，出来非常多的这个选手，都是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可以看到的排名前，基本上都在前一百名。那有好速度，整体是右线抓小了。这球上坡之后就已经在线下边了。哎呀，这球感觉有点推扣。非常可惜，这个三杆洞掉杆了。好球，非常棒啊！没问题，弥补了上一洞的 bogey 冲。冲出来了，没问题啊，非常好的一个位置，柔和的。当真正的大风来临的时候，在这个场上是没有办法打伞的。石玉丽的第二杆上来，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太走运的是，他这个球似乎贴着果岭环的这个边缘处，在两层草的交界处。过一会儿这个推杆呢，可能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交界处的推杆。击球点有一点点靠球上，线稍微小了一点点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五加球啊。首先是石玉丽在十一号洞三杆洞的 four par 的推杆，结尾上坡的小右线。非常漂亮的一个线路的选择，而且速度非常合适啊！这个拍也是保住了德达当时并列第二的成绩啊。石玉丽，看有没有机会上来。啊，方向不错，继续冲。还是短了点儿，但是上的十五号洞。石玉丽啊，今天一直到最后一个洞，我们还期待着在十八洞打 birdie， 有可能啊，就如果从最后结果看，如果他十八洞打 birdie， 就会进入加冬赛。
但是很可惜，今天石玉丽在后九洞也是遭遇了一些开球方面的失误，去到了一些困难的球位。这个五三追到两杆，就还有希望啊！好球，不错，没有放掉这个机会。石玉丽来到负三，十七号洞。石玉丽的这个球救的是很漂亮的，她的这之前一打没有打好，进入了长草，但是从长草当中的一个把这个球拍出来的这一下，力道控制得非常合适，打到旗杆后方之后，借助坡度向回溜，最终停在洞口边。这边也是让我们就是重新燃起希望，回到了负四。如果最后一洞拿不着的话呢，真的是有机会去争夺冠军的。做得非常好，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，对，很重要，一直在坚持。嗯，徐丽有这一杆那个球位不太理想，过这梁的时候掉线了，力道合适啊，没问题。很可惜，最后一洞吞了一个 bogey， 这样的话会掉回到负三。负三是单独的第三位，也是72杆完成了比赛。